之乔先前因鲜少更新社群贴文，引发了不少粉丝的关心。当时他表示，为了体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所以要和努力工作的自己保持适当距离。所以如果他鲜少发文，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。而时隔一个多月后，曾之乔终于回归，久违的在社群更新了一则合作贴文。只见照片中的他身穿绕颈背心和牛仔裤作画，随性的造型却自带女神光。虽然长发遮挡了部分后背，但依稀还是看得见雪白美背，让粉丝们纷纷激动直呼：“乔乔真的太美啦！”曾之乔在限动打趣道：“花花何必搞得那么性感？”接着笑称：“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。”似乎没有因为消失许久就忘了粉丝们喜欢看什么，难得发文就把性感和幽默的一面展现出来，真的太宠粉啦！you